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江西的星空变大声，人在思量，金色的爱情也会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在做者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一个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咱这节目是伫个阿宏中央电台吼，每工拜九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伊阮有小弟阿宏成坤，甲咱做者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来看政治新闻啦吼。那么最近真夯的，就是这个郭文铁个吼。伊伫个吼新闻媒体报纸上吼，会使讲的时阵呢，即嘛上界红的就对啦，佮上界夯的啦啊。来，那么因为连婚呐、啊。哦，伊即嘛是联姻的对，婚姻的婚吼，联姻呐吼。那么大戏吼、哦，设定顺点呐。郭文铁吼、哦，伊讲吼，立民进党的吼、哦，赶这个跨年前啊来完成呐。吼、哦，伊即嘛嘛急啊，伊安怎讲，无赶紧的顺安尼啊，啊。家己民进党的，伊就家己本身爱选啊，啊，家己本身爱选，伊无把握啦。啊，要入去民进党，伊阁惊讲死搞民调啦，甲因党内吼，无多人通过哩，
吼，敢若面条袂使，吼，面条毋知百分之几。咱党员吼百分之几啊？来，咱来看内容吼，这是《中国时报》台北报道。台大医生郭文铁是毋是讲加入民进党伊的这个争议延烧真久啊啦？根据了解吼，为着要真紧啊吼，为下这个停损点，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征询小组明仔载开会了后，那么正式将这个开这个明朗啊，哦，那么郭文铁原本预计明年三月进前哦，才要来确定，诶，这个立党时程哦，嘛会当将军提前到跨年前就对了，哦，那么赶伫个2013年结束前，啊来完成立党的这个手续啦。郭文铁一旦完成立党，民进党代表市长提名马将随之大势啊来奠定吼，奠、哦、定就对了吼、哦。但是啊，究竟什么时阵才能完成正式提名，还佫需要看党内其他有意参选的这个态度啦吼，参选人的这个态度。那是有人坚持选到底，就必须等到做完民调，才会当完成提名、协调、停署。那么时间点应该会落伫个旧历年，的这个年后啦。那么，知影。这个林书伫个讲啊，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征询小组本礼拜四，吼、哦，本礼拜四就将要开会啊。那么这次会议将确定民进党伫个台北市长即阵啊要提名党员伊个这个原则啦。目前哦，党内有前副总统卢秀莲、律师郭立雄、立委柯天才、市议员周碧雅等等，这些人表态要来参选。小组成员将吼、哦、啊，每一个拢来征询因的这个意见。哦，当然啦、啊，你要选，你选的这个啥，你要选啊？哦，啊，到底啊，你对这个市长，你的规划到底是安怎？哦，对不对？啊，稍微问一下啦，唔知怎样，唔知选真诶，选假？哦，啊，你选假，你就点解甲人多乱啊？吼、哦，对不对啦？不过是安尼啊，该人事搁伫个讲，在这个瓜问题日前，甲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会面了后。那么，所有公开表示欢迎郭吼入党。那么，李郭嘛表达讲，知影苏主席有伊的这个困境啦，吼、哦，伊理解啦，吼、哦。那么，双方虽然无当场谈定这个入党的这个事宜吼，但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默契啊，吼、哦。因此的时阵啊，郭文铁目前的时阵虽然无具党名伊的这个资格，但是征询小组无想过可能的时阵排除这个郭文铁啦。哦，因为安怎讲啊？因为有甲所的主席啊来接触你，对不对？哦，啊，所以的时阵呢，这个郭的民调阁遮尼啊悬，所以袂当甲排除。这个乖就对了，吼、哦。那么根据了解，郭文铁以及民进党拢有
感觉讲的时阵啊，立党甲无立党，伊的这个争议，那是继续过来插落去的吼。对双方拢罢笔，离无一字啦，吼，嘛无助于整合立营来内部的这个势力。过的时阵安尼啊，吼，颠倒的时阵安尼啊，有这个筹码吼，啊来在做这个在野大联盟啦，吼。所以因此的时阵呢，原定旧历年春节进前，哦，下这个前后，吼，啊，最慢这个三月前，要来三月底，吼，要来算讲来提立党的这个时程啦，哦，那么就是讲，本来是伫个旧历年伊的这个前后，上届办就是伫个三月底进行，吼，哦，啊要来立党，吼，哦，这是挂问题啦，吼，哦，会当渴望提早。到跨年进前，吼，哦，啊来算讲尘埃落定，吼，哦，来，互这个歌音啊，歌音啊，歌力的，歌力连音，伊的这个大戏，伊叫做提早落幕的。那么对于这个歌问题，是毋是讲家己民进党引起？伊的这个争议、争论，那么前行政院长贾中廷昨就直接就讲啊，吼，民进党伫个台北市出现无挂问题，伊的这个现象吼，代表无法度整合，的这个在野党啊，吼，互人无法度人期待，吼，伊强调啦，民进党要有失去这个立功一事。利空一时，就无利益控制伊的这个干部啦。吼，哦，我咧讲啊遐，我讲啊遐久呢，哈。利空一时，照贾中廷咧讲的，就是讲，这个反对的吼，无多人整合啦，无多人整合。伊咧猜测讲，一定会输这个利空一时呢，吼，哦。伊的这个大选就对了，啊，那安尼就无这个2006年，哦，伊的这个干务就对了，哈哈，无论问题，搁再困难，拢爱试，啊来解决了，哦。那么由于民进党对挂问题的这个态度始终坚持，敢那立党啦，哦。才会当参与这个初选，那么因此贾中廷这一挂才会这个话吼，被解脱为真有为挂问题争取独立参选伊的这个意味啦。那么按照外界第一猜测，就是讲贾中廷讲这个话。暗中有在支持这个挂问题就对了。那么伊自挂，由于前副总统卢秀莲一再呛挂，何大哦，你家己哦独立来参选啊，吼、哦。这个，和这个对。如果吼出口这个恶言，伊的这个歌问题吼，回击伊第一讲啦，何大吼，你惊我损，何大你惊我损，并强调有一挂代志哦，真正爱神经吼较大条一点嘛，吼，哦，一笑置之啦，吼，
就好啊啦，哦，一笑置之啦，安尼就 OK 啊啦，哦，啊那无哦，你要安怎？要举刀啊烧刀吗？要喝水烧盆吗？对不对啦？啊，这就是安尼啦，政治人物哦，就是有诶，我有讲过啊。有的就是怎樣在爭名啦，有的在爭利啦，有的在爭什麼，有的在爭清白啦，吼，啊就，有的就是怎樣生啊，啊這世間人啊，就是怎樣生啦，吼，啊如果沒怎樣生，有的就去用爭下來啊，啊爭下來就算失敗啊，啊失敗，有的有辦法人東山再起啦，但是有的就算說吼，一路就千丈啊！你无法度爬袂起来，到尾啊，有诶就走路啦，甚至就哈自杀啦，种种诶，即个社会事故都发生啊！你吼，好啦，来咱有关歌诶即个新闻，咱就讲到这结束。其他诶机会讲即个网络，讲即个时间，就是时间阿黄无所不谈，再见，拜拜。Let me see you soon.